过半天没吱声的啊，在还给订菜吧，订在这抱着给我做坏了，还给订菜吧，订菜我刚好要去缝帐子，到底给我做坏了，他说订订啥呀，订啥呀，不知道，就那个是白菜豆腐那个啥吧，中白菜豆腐粉条子，嗯，叫丸子，打电话呀，不知道，你看你想吃啥，让他多给我搁点粉条子，不要放辣椒，每次也没辣椒，万一有呢，说一下不就那啥了吗，油小一点让他放，油少一点，太油的我不能吃，忌口中，本姑娘在忌口中，哎，给我做个小白菜丸子那个，哎，小白菜丸子啊，小油小点啊，忌口呢，多放点粉条，就来这一个呗，对对对，就那一个行，给我俩吃，是打包吧，打包打包，哎，得了，哎，好嘞，哎，走，米饭没焖呢，家里有还有吗，没了，又焖上吗，焖上吧，嗯，打完针回来就吃饭了哈，嗯，这还没叠呢，这个一会儿的发你，谢我熊哥，这一会儿下午还得干啥呢，下午你得干活去，三哥那还得干活呢，谢谢我熊哥，哎呀，谢我熊哥，哎呀哎呀，捏一个粑粑又不是给你的，哎呀，谢我熊哥，你真是个人种，你看，行了，已经完事了。今天我跟你说，往从现在开始没一句好话对你。我刷锅去。从现在开始没一句好话，你就是个狗逼呀！哎呦我操！你说谁呢？你看，该焖米饭，你焖米饭，我要谈谈感情，你就是个狗逼。我要开始谈感情了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我说你真的，就你说咱俩差异这么大，怎么能成为好朋友的呢？我长得这么好看，你说你再看看你，啊，你是八字眉、三角眼、鹰钩鼻子、蛤蟆嘴、草包肚子、螺圈腿。屁眼长得像个嘴，